天堂岛是一个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地方。真漂亮精神病疗养院就坐落在这座美丽的岛屿上。医院里住着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患者，每个人都有着特别的过去。今天是真漂亮精神病疗养院的开放日，因为八爪兔病会引起某些精神病的后遗症，所以很多媒体与医学专家将会来参加甄院长关于八爪兔传染病治疗心得的公开演讲。涛啊，哎，八爪兔病毒的资料你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今天难得甄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预防八爪兔病毒的心得，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害怕？哎，来人了！哎，哎，你们好，你们好。你好，哎，你好，请往这边请啊。这一看就是中了病毒的，对吧？是来参加分享会的是吗？对啊，我是这儿的护士啊，能看得出来。你们好，你们好。看我这竹蜻蜓，它飞起来了，你看哇！是的。快让它降落吧啊！哇，好棒啊！快坐，都是家里人，快坐。只有你们两个吗？对，因为我们坐船的时候吧。什么？坐船来的，对不对？快上船呀！来，一起滑，快走啊！快上船，走啊！上船呐！哇，好大的浪！有船吗？快上船，走啊！上船呐！就是我们刚一坐上船之后，他船好像是提早开了啊。我想可能是其他人没来得及上船，所以今天就只有你们两个。对对对。那接下来就由我们这儿的大精神，给二位展示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你们成果已经很明显了。当你没有被治疗之前，你是？大家好，我是 SHE。S snake s s s h hippo 啪啪啪河马，elephant 这就是我没有在被治疗之前。但是当我们治疗了之后，二环三环那边有房考虑出租出售吗？喂，我是一个正，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正经的中介，很讲究。哎，好，有问题到时候找我好吗？谢谢。哎，好的。你的信号不错，是绿色的。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看现在的成果非常之明显，逻辑非常之清晰。是的，精神好多了。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哦。不知道二位是不是觉得有效？太厉害了，有效再接再厉吧。他们都有效了一点啊。那接下来由我们的甄院长继续为二位进行我们的研究成果分享。好，有请甄院长。有请甄院长。大家好，我是甄院长。不是，我甄院长。哦，哎，什么事儿？甄院长打嗝就是这个声儿，曲项向天阁，哇，甄院长出来还有 BGM 吗？场乐，哦，甄院长要从升降台出来吗？什么事儿？是不是出事儿？我知道了，一定是出了什么紧急的情况吧？那快去找找吧，快去找找吧。哎，不能让他自己先走。是不是这边护士长？快听这边传来的声音，快拦住病患！我已经好了。在哪边啊？哎，你看那边的亮。这儿。啊哈哈！哈哈！黑猫警长。啊，着火了！哇！着火了！哇！这是一个特殊病房。门是开着的呀。啊，两个人，双尸。哇，今天怎么这么热闹？这是我们的两位院长。
这是甄院长吧？啊。那这个是谁呢？这是贾院长。这也是院长。这个是真的甄院长，这个是真的贾院长。哎，怎么办呢？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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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俩人，两个院长都，注意下巴啊！哇，站了好久，这不贾前院长吗？贾全院长，对。迪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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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迦！哎呦！我的天呀！这是我们还没有好的两位精神患者。这什么意思啊？哎，你们看，啊，那是什么在跳动？是你真的？是不是？什么在跳动？我侦探的回忆在枕边跳动。哎呀，他跳出来了，我帮你拿了。枕边跳动。既然他都跳出来了，那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了。对，所以我就跟你说，你也听不懂。没关系，给他们吃点药，他们就正常了。所以我就当侦探，没有问题吧，二位？没问题，没问题。说什么呢？这是？哎，是不是他把他给杀了，然后他被吓死了，说哇，哎呀，我呀，我怎么这样？然后他就死了，然后就破案了。哦，那破案了，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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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陈教授，是 M 市著名的医学教授，曾经。也兼职过侦探，这个是我的助理，掏心窝。掏心窝。哟，你叫这个名儿啊？好真诚啊，这个名字。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听甄院长的讲座，全程都在一起，彼此可以证明没有作案的可能，所以今天我们俩就来当侦探。现在是2030年的2月16号15:15。在真漂亮精神病疗养院发生了双尸命案，男性死者是疗养院的院长甄院长，女性死者是疗养院的前院长贾院长，两个人死状为仰躺，男性脑部右侧有致命伤，这边，哦呦，右侧袖口有血迹，袖口，右侧地上有大量喷溅状的血迹。初步判定因头部致命伤而死亡。女性死者左侧大动脉被木片插入，左侧衣袖有喷溅血迹，脖子和胸前以及地上都有大量的血迹，初步判定是失血过多死亡，嫌疑人就锁定在你们几位当中。大家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好，从您开始。两位好，我是这儿的护士长。嗯，我叫心细。心细，那你胆儿大吗？我胆儿。胆儿大心细吗？啊，对，那我胆儿大。那这位他能自己？当然了，我是每天上午都要转999圈，要成为 Superman 的大精神。怎么又有一个转圈的呀？大彩旗。对了，是的，我叫大精神。那这位呢？我得了一种叫做秽语综合症的病。我叫张二峰。大家都说我像花泽类。谁？大家是谁？大家，大家，你好，我是大家。哎呀，大家好，哎呀，我的家就是大家。但是我是人见人爱的奥特曼勋类。那最后一位呢？哦，我是何西尼。